我今天早上才从书包里拿出，而且我一直在跟他聊的。166212。他以为昨天家里面人，在家肆无忌惮那么大声，关门也大声说话，好大声。半夜十二点钟。N G W R livery。啊，你家儿子？你小点声，十二点钟。没人吧？我靠，人家两口全在。生话一句说上。啊，你又下去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正出去嘛，我来他没回来，然后就他在他的胸后腰小房里嘛，我想这整个那个才是我脸嘛，这角度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亲眼目睹的小房，特别奥尼斯说一句，不是个房里，撞自己的事。对，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跟你本脖子本身没关系。他老公出去来着，是打断了也不一样。但是这个他不喜欢。不是因为这件衣服，是因为这衣服穿的不好。我每次来这里说什么说什么。我是这样。早上起床在收拾房间。在北京啊，好啊。大宝，你跟你老公也是一样的。说担心老太太有个啥子啥啥啥事。我看看万一有啥。三长两短旁边连个人都没讲。